哎，宝可梦，强化组合包，奇幻之卡牌，双臂战士，也是给他开两包好了，我们一样开两包，来，两包看看有什么。退时，有人留言说这个已经不合时宜的，对，这是旧的卡没有错，但是我就买嘛，哦，继续收藏嘛。我因为我一放就是要放二三十年的啊，所以无所谓。哎呦，看到闪卡了，好，玛瑙水母很常拿到的普基础卡。第二张，滚滚蝙蝠也算是好拿的，熊徒弟有拿过哦，有拿过。来，普闪吧，上次好像有拿到，对不对？好，布利姆温第二张还是第三的闪卡？哎呦，最后一张二阶进化蜈蚣王哦，还不错哈，以普卡来讲还不错。好，这是第一包的普，第一包哦，有一张布利姆温的二阶进化闪卡。第二包，来啊，小约克这只还蛮可爱的哈，个人还算蛮喜欢的。第二张，哎，本溪请饭匙蛇基础卡里面算是还不错用的卡里面的哈。第三张，赫拉克罗斯，第四张，变色蜥，最后一张，布利姆温的第一阶，哦，提姆利姆，提布利姆，好，以上这十张卡，给各位参考哦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拜拜。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今天继续开剑与盾 SVF 双臂战士啊。那你说一说为什么会收这种包回来呢？因为之前没有开过嘛，然后就把它通通再买回来啊。你说你叫我去买人家普卡，我又不愿意哦。我觉得自己开比较好玩，所以不如就是买卡包回来自己开，这样还比较好玩哦。今天一样，一次开两包强化补充包，双臂战士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会得到哪些卡。第一张地幔岩啊，这不说了啊，很常拿到的百合跟娃娃，哎，可爱可爱，还不常拿到嘞，我还不常拿到这一张花花小子，支援者克拉拉哦，支援者女生的好像听说都价格比较高，最后可爱的胖田妮好。这包就全部都是普卡啦，哦，不多说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一包。第二包，奇乐大冲呀，哦，很常拿到的卡。利亚语，诶，这张我算是比较少一点点。花花小子又来了，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好，花花小子，头巾混混。来，花花小子进阶版，哦，好，最后一张，嘿，葱油兵大葱鸭的一阶进化，哦，奇乐葱油兵，好，今天这包就全部都普卡啦，哦，也没什么要特别好介绍的，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双臂战士啊，我说过了哈，哦，接下来新的我可能会开一整盒啊，哦，来。一样啊，双臂战士继续给他开，因为这个双臂战士算是闪包，我买了不少，我知道啦，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已经哦称重已经把它称完了哦，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落高的，因为我至少在里面开出 SR 哦 SV 的啊 V 的啊都开过啊哦，所以我相信多多少少会有落高的啦，那没有。被人家抽走的，就算是我多赚到的啊！来，哈约克，可爱的哈约克，泪眼蜥，很常拿到泪眼蜥，不用多做介绍。百足蜈蚣，也算是很常拿到的基础卡。哎呀，可爱的谢米闪卡啊，哦！这应该是我有拿过，我有拿过一张谢米的。好，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啊。哦竞技场巨树丘陵，
哦，这个算是很常拿到的。谢米，普通闪卡里面、基础卡里面、闪卡里面算很难、算好拿到的，但是算是一个可爱的牌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开的第二包。滚滚蝙蝠，很常拿到，不用多说了。玛瑙水母，很常拿到，也不用介绍。酷酷面具，这张算是我比较少拿到的基础卡了哈。哎，又开闪了！哎呦，哇，一阶进化的连级五道雄狮，我这好像我第一张拿到的哦。哦，好，最后一张，一阶进化的巨牙鲨，好，所以今天运气很好。两包都有带闪哦，虽然是一阶进化的连级五道雄狮跟基础卡的谢米，但是有闪卡就是开心啦啊！我其实我对于这个的价格我也不会说特别去追，反正我们就一直抽一直开这样子，开心就好了哈。收藏，那小朋友想要去打比赛，再找时间带他去打比赛这样子。好，感谢收看，拜拜。哎，各位大家好。一样吼，双臂战士强化补充包 S5AF 的啊。那我一直说过吼，我们开这个吼，开心就好。有些人哦口出恶言说啊，垃圾的影片有什么好拍的？这个就是一个留作纪念啊，留作纪念好玩的东西。我们通常不拍下来，你不知道你曾经开过什么，开过之后才知道，哎。有那些记录下来才好玩啊！来，第一包，一阶进化车轮球，这好像我第一张车轮球。第二张哦，灯笼鱼啊，基础灯笼鱼。第三张地鼠，很常拿到的基础卡。第四张二阶进化的庞然怪，哎，这好像是我第一张还是第二张拿到的卡。最后一张群的小姐，这个我算是很常拿到了哈。好，今天这包里面两张一阶进化，一阶二阶进化，虽然都是普卡哦。好，接下来看第二包。哎呦，哎呦，有开闪，这包有开闪哦。打开的时候就看到开闪哦。百足蜈蚣很常拿到基础卡，哎，酷酷面具而已，这算是已经开始很常拿到了。第三张哈约克算是很常拿到的。那我们来看看闪卡是什么？哎呦，是不是开 V 啊？开 V 的样子哦。哎呦，又是一张闪电鸟。虽然说我之前已经有拿过闪电鸟了哦，又多拿到一张闪电鸟 V。哎，开心就好。可能没有值很多钱，但是哦，有闪卡又带 V 就开心了哈。也许未来很值钱，现在不值钱没关系哈。20年后，我就不相信它不值钱。好，来，今天就这样子哦，这10张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开包继续见，拜拜。